他是谁？知道。不如我们玩个游戏。你到底是谁？喂，最近过得好吗？什么也不要做，等我的消息。我知道，保护好你自己。 不过，有件事情我得提醒你，不要把他牵扯进来。你出现了，好，没有你的话，我根本……怎么了？ 别闹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要一次也行，你信我。如果你失去的生命，你会为我这么伤心吗？我觉得，杀了他。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变成这个样子？他不会简简单单的做一件事情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控制你。 控制你的思想，你不明白吗？你害他的时候给过他机会，也就是说，很可惜，你等不到那一天。 为什么不听我的警告？知道你一直期待着这一天，我也是。 你已经骗了我2000多年了，你还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吗？